就是整个那个 market。全球排行前十名的市场，它主要说是世界排名前十，可以再来看看了。你要的来把卡走看，2.6元。现在我们在多伦多买的 Oyster，这个是最大的，3.75元一个，我们买了10个，这个是够大的。这个味道怎么样哦？刚才我们买的阿里巴巴的壁纸，它是 steam 蒸出来的，这个是20元。小松鼠，黑色的小松鼠。